我是黄美莲，祝我们2022台北温泉季圆满成功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掌声鼓励，有没有像黄品源？有。黄露娜是来像。有一个黑黑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贝。像像，唱歌都很像。像像。她说很温柔的眼睛，像黄品源哦。撒娇像。下歌唱歌神张学友，小妹呀，你也知道真爱你，像唱歌爱你，飞上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好美丽，再写一个金装送给你。接下来邀请到来自高雄的巨星康康，今年都还没有通告的康康哥，你听这个阿彪乱讲，我哪有比他贵，我是比他贵很多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康康。他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在想象高中的心。吴宗宪宪哥，像你一样，你就知道我多爱你。哎呦，掌声来一下，好有哦。我要当你像哎。到天上去，陈雷，陈雷，我塞你，我塞你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留下一颗，好像，金锁送给你尖叫，哈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哎哎呦，陈雷那个歌不要这样吧，小小，我做我的心，费玉清，想你。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？掌声来一场像哎，我也在像吗？费玉清模仿陈小云好不好？繁华的亚多西，你想不想死？特别的音乐，音乐心不变。诸葛亮，朱大哥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我们掌声来一下啦，董会长哈，感谢啊！啊，因为今天风比较大哈，所以头发有刚刚有顺头就乱掉哈。啊，理事长，谢谢理事长哦。啊，温泉季都是来台北北岛泡温泉，谢谢，感谢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你接下来邀请到，这边邀请到，我还没有唱，要唱，还这首不会唱哦。谢谢大家了。对，刘德华。不像呀，啊，不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姿势也太老旧了吧？我家那边那张是这样，姿势很旧哎。所以我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？唱歌有像吗？有。我多你。周董，周杰伦。周杰伦现在等着你，飞上飞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全世界送给你。哈林，庾澄庆。谢谢，感谢，感谢大家。我们现场朋友给黄琦一个掌声，谢谢。我这边唱完，我要去北投泡温泉，找一个抓龙的来抓一下，我自己抓自己。他悄悄躺在我的心，想你呀，小心小心，知道我多爱你。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好
是要跟我们的现场的朋友。先去，先去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因为我看不到，没有人带我下去。刚刚看不到，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哎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会有雨伞？真奇怪。这边也着一小山，我路段。黄旗近距离跟大家。我来跳舞多年，你来笑过我。不要只掀眼镜啊！我打你哦！啊错！谢谢大家。啊。男女。还知道怎么回去？这边有几支小伞。我们家黄旗很自私哎。管你。谢谢大家。国际巨星麦芒先生。哦，麦芒先生，你今天真的，我说三十个人全部都叫。我们你是啥？还有我们总会长说，还有沙托叫我们。你们后面还有两百个，怕什么？没有人要。金门王与李炳辉，哦，金门一次叫两个好了，啊，刚刚都表演一个，对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现在要突破我自己，就是两个人合唱也要练，对不对？金门李炳辉，尤其是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北投嘛，是他们两个以前常来这里。哦，哎，来来来，啊，我们还有时间吗？有了。金门王李炳辉再加萧煌奇，现在变三位，一次三位，三个都戴眼镜了，看会不会搞乱？哦，来来来，大来去，来去，去去，来去就是来，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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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的心跳心跳很清楚，是那里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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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，他把你是吧？要不要再加一位？哦，再加一位。今天总会长来，再加一位。啊、金门王李炳辉，平常只有三位。萧煌奇与残障歌王阿给拉。哦，四大天王。哦，残障四大天王。也是。人家是刘德华、张学友、黎明、郭富城。那你就不要想了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没有掌声鼓励下嘞。你不要叫阿哥来跑，阿哥来表哥。你快点，阿哥要站起来，不，阿哥要唱 Michael Jackson 的歌，好不好？你都站那么重，还站起来，奇怪。阿哥要模仿 Michael Jackson。肚皮肚皮，哎，你的毛巾，哦，喂，啊，不要开玩笑，好不好？不要开玩笑。星球崛起，凯撒。你真的来动物，动物都来。猴子大家都会，猩猩大家都会啊！啊，因为他说有一天去看那个《星球崛起》，不是出三集吗？他说看到他看，等于看到我，我说怎么有可能？我都这样。都很像。很像啊！不然你看主持人。
太可惜了。凯撒偷雨伞。没有偷雨伞，凯撒偷伞。喂。Thank you。掌声鼓励一下，侏罗纪世界统霸天下。统霸天下。他是平常在，因为我们日本朋友嘛，哈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长官，当时说，我疫情期间都不能去环球影城啊，奥萨卡、大阪环球影城，对不对？他有那个恐龙，里面有那个恐龙，对不对？啊，小朋友哈，在看 YouTube， 说啊，爸爸我要去那里哦，啊，现在怎么去？都也没钱去，啊，不然这样啊，爸爸在家里装恐龙给你看。这叫鸭仙的啦，野生的。你还不是偷雨伞？你恐龙怎么偷雨伞？掌声鼓励你呀！掌声鼓励你！恐龙跟我们的理事长划拳，好不好？划拳，划拳。我赢了！怎么变杨婆婆？为什么你？黄立行，黄立行，今天真的都出来，你要害我！黄立行，好像哦。跟老最像，不惑会被送到地上。跟老最强，哇，将到地上。做身体放射器，司机你力刷不住。正言法师，很喘，这样心脏会停止啦。先来一点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来唱一首歌好啦，听一听，一首都可以表演吗？嘉义、可以啊，高雄、台湾、全省，我们台湾省的摇滚巨星，郭俊麟，五百，双手交给我。爱你，你是你的雨，无留着泪水，无留我双手，为何动容难移？我老要想。想要当体验的爱，让时间回啊！哇！掌声鼓励！为各位邀请到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柯P，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柯P也来了。先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来了，今天有听说台北会下大雨，对，没有关系的，谢谢我们这个林总会长每次都这样子这么精心策划安排，我觉得他非常棒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还有我们理事长也棒，周总会长，拍手拍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今年办得很成功，明年再一次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掌声鼓励。原来阴霾如度的你，一天没得天，我在白云闪闪的阳光，没有你耀眼。啊，阴霾如度的你，
轻轻地沾了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市长。接下来邀请到王金平。王金平，先生大家，我是王金平。这次我们总会长先生先生。接下来邀请到苏贞昌苏伯伯。拢无拍阿声，阿康把他给挡风了。无拍阿声，讲话较细声，拍阿声较大声，讲话较袂惊了，好唔好？谢谢我们大家冒着风雨来听真唱的演唱会。锵锵锵，开出心心向前冲。锵锵锵，大鹏天鸟我上扬。锵锵，到处在万万心中第一名。2022台北温泉戏是我心中的理想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后一位邀请到的贵宾也是许久没有见的前总统阿扁。哦，也来到我们的现场。他以前是坐着了。对，最后一位。他现在可以站起来了。真的要站起来，坐着休息一下。啊，不是要从中间，不是要从中间转过去。阿兰哥，转。啊，人咧讲山不在高，有些啊水不在深，有龙蛇秀明啊，心中为什么怀疑？在重重讲诶啊，祝我们2022大巴温泉季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，再下一个轻松送给你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以上纯属虚构。是的。哎，在我们音乐会前面呢，来点余庆节目，对，让他开心一下，好不好？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时间。是后面的表演更精彩哦。耽误你很多时间了。我不会啊。很好笑，很无厘头，很喜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了。谢谢，我们是妈妈乐团，首先交给我们主持人。